你是韩若曦，你怎么会在博言家？我博言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女孩在你家呀？完了完了，千万不能让韩若曦发现我们的关系。哦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吧。 这位是我的表妹，远房表妹，这几天暂住在表哥家，是吧，博言哥哥？表妹，玉川不是说她是网络小说的作者吗？对呀，我就是写网络小说的，即使她表妹也是作者。她不是我表妹，她是表哥。 不就上唐一逼着你陪我玩了一天吗？你就不认识我啦？哎，别生气嘛。嗯，我说呢，原来是表妹啊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家里啊，除了我和唐阿姨，就再没有别的女人来过。韩小姐本人比上京更漂亮，怪不得您的粉丝那么多。谢谢，博言啊，平常都很忙的。 如果你想去哪玩呢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带你去。好呀，博言啊，我给你买了两种药，你说你也是的，你胃不好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大晚上还吃这么辣的东西。表哥，你看人家韩小姐多关心你啊，大半夜还给你送药。你看，你妹妹多明事理啊，来，快吃啊。停。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你真的没有必要为我做这些事的。 那我还不是因为关心你啊，表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跟韩小姐说话呢？当初呢，我是为了尽快提高你的知名度，所以用公司所有资源支持你，而且我也再三叮嘱过你，不要将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。你全忘了是吗？这小两口怎么还当我面吵起来了？当我爹能跑哪？表哥，韩小姐，我有事情，我就先回屋了。等一下。 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跟表妹也要一起休息了。一起休息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小时候一起，现在都分房睡的。好吧，你胃也不舒服，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还有拍摄，我得先走了。药你记得吃。韩若曦，我希望你以后。 请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成你表哥了？我不这么说，能有亲近的日子过吗？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不是表兄妹关系。不是我外人在吗？你就不能将就的配合我一下呀？嗯。哎，陆总，先把药吃了吧。不吃了。哎，你也不能总不吃药啊。哎。 这胃痛都成狼毛病了，也不吃药，想想就心疼啊。请进。专门给你熬的大枣莲子粥，超级养胃的，来，喝一点吧。我就是老毛病而已，一会儿就好了。
你就喝一口吧。喝可以，但是我想明确一下，你这是表妹对表哥关心，还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爱呢？喝粥还要讲个名分当然。啊？我是觉得你是为了陪我，所以才胃疼的。我很过意不去，你就当是老同学之间的友谊吧。喝一点吧。好喝吗？不好喝啊！不可能啊！尝尝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笨死了。哎，等一下再喝。来，把舌头伸出来。你看什么看啊？赶紧喷啊！尿喷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会有点疼哦。那你轻点啊。陆博言，你放开我！哦，我有好痛，你不要动。陆博言，陆博言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啊？不用了。哎，你快起来！你这样我怎么送你去医院？陆博言，陆博言，徐博。哎，徐博，来了，你赶紧送陆博言去医院。啊，他胃又疼了，快点。好，哎，喂，啊，什么跳广场舞啊？哦，好，哎，徐博，你怎么走了？哎，等着我，徐博，等着我啊！哎，徐博，哎，哎呀，陆博言，你赶紧起来。